大声喊口号，甲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的布条旗啊、甲牌啊绑在车顶，大家发动九二八和基隆的行动。活动地点呢，也可以去领取那个我们发的一些小物，可以经过大概仁爱市场、信义市场、庙口等等以市区为主要的地方，穿这个衣服，然后就去逛街，那顺便就宣导说我们十月十三要罢免。最后一二十天的时间，打牛团体继续在催票，希望罢免会当成功。那市长去电台反罢免，经过这两个月来，总之我们宣传的不错了，就是说不同意罢免的票，现在已经有超过同意罢免的票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可以大意，我们要继续吹出来。哪讲哪咧蹭片，原来是市长得着流感，为着要保护伊的乌细胞，伊拢找东来大咖来徛台，讲伊家己有成绩，但是效果敢若无外好。根据阮建新公布各县市总体竞争的排名，家人是上尾。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市民对他的施政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哦。这个成绩跟顶任的市长林佑昌比起来，无比较是无伤害。林佑昌是讲，真无简单用八年时间做一番的新气象出来，但是即马拢无同款啊。八年的时间里面，我形成的基隆市政府是一个敢说话，而且敢说真话的一个团队。那这样子市场才不会偏听，那也才不会固执己见。家人的改变，问市民上界清楚，谢市长的成绩是不是有合格的？十月十三由家人人做决定。民视新闻家人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民视新闻网。